各式各样的电玩游戏厂商经常请到美女来代言，最近呢还打起了团体战。这些正妹呢外形靓丽之外呢还要能歌善舞，这回呢由手机游戏平台请到了女子团体来代言，四个人一字排开，大方秀出好身材，也展现了舞蹈的实力，让台下粉丝印象深刻。